你是谁？大家好，我叫齐阳，今年25岁，26岁。小凤啊？啊？小凤。小凤。小凤是谁？我们家几年前的工人了。那你们这个有多久没见面了？大概差不多4年了吧。4年前的小凤是这个样子吗？她不是那样子，现在漂亮很多。你确定是小凤吗？很确定。你好久没见她了呀。她手上那个是我送的。哪个？红色那个，红色带黄色珠那个，我跟我前度女朋友一起去买。你跟你前女友一起去买给送给她的？嗯。我相信这4年你所受过的苦，受过的累，以及很多话都想对她说啊。你接下来你自己单独对她说好不好？你把这4年的事儿都说清楚了，该说什么说什么，好吧？接下来是小凤的告白时间。齐阳，谢谢你今天能来。我不知道你今天你会不会喜欢现在的我，我也不知道你能不能接受我这样对你爱的表达方式，但是我真的很喜欢你，因为从来没有一个人像你那样对我那么好。你还记得上次我的手吗？是画了一个伤口，是你匆匆地跑出去给我买创口贴，还亲手帮我包扎。在街头的某种气息，无意间经过，把往日笑与泪勾起，忽然心痛得无法再压抑。原来我爸过世，快过世的时候，我不想回去的，是你一遍一遍的催促我要我回去，所以我才回去的。如果不是你，也许我连我爸爸最后一面都见不到了。如果不是你，我不知道其实我爸爸很爱我。这么多年我没有去找你，是因为我不敢面对你，我不想再一次被你拒绝。我不懂。以前在你们家的时候，我真的很多事情都可以不用做的，但是因为你，我努力地照顾叔叔阿姨，我每天变着花样地做菜给他们吃，我觉得洗衣机洗得不干净，所以我都是用手给你们洗。我全部都是因为你才做那么多的，你知道吗？每一个音符流过的回忆，不是留在那么多年说。我这么多年来，我全都是因为你我才活下来的。我爸当时走的时候，我连活着的勇气都没有了，因为我从来没有为我爸爸做过一点点事情。我没有请过我爸吃一餐饭，我没有陪他逛过一次街，但是我在你们家，我都为你全部能做的都做了。我从来都没有为家里面的人做过，我都为你们家人全部都做了。我都是为了能跟你在一起，只要能跟你在一起，无论让我付出多少我都愿意。你在家里，你不光是一个佣人，不光是一个员工一样，很多事情你都会帮我做，很多细节，很多细节的事情，对吧？我打游戏，爸妈骂我，你每天都会倒茶，拿东西给我喝，对吧？我觉得你……那我都为了你做了那么多，难道你还要拒绝我吗？你……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做成他的样子。因为我第一次向你告白的时候，你说你喜欢他那样的，
所以我才做成他那样的。我当时候你问我，他刚离开我了嘛？可是现在都已经4年了，难道你还放不下他吗？如果有一天有一个人过来告诉你我喜欢你，我觉得我不能马上就答应你啊，对吗？你懂不懂什么叫恋爱？那你说你要我怎么做？你要我怎么做你才可以接受我？我都愿意去做。很多人觉得找个女孩子漂亮一点，可以拉上街逛，见朋友，有面子嘛？不是这样的。我觉得我想要的不是那种爱情。就算你整多少次，多少次也可以一样的。不是因为你样子的问题，本来你人就很好，很可爱，很善良啊。又有什么事，如果什么事情你都不怕吃亏的，做什么事情你也一样，你不怕做，你也很独立。是不是我怎么做你都不会接受我？离开了这么多年，我要有女朋友，我早就有了。可是如果你不接受我，我真的不知道，我不知道以后该怎么过下去。然后听我说好吗？你已经拒绝过我一次了，我请你今天不要再拒绝我，可以吗？你不懂，你真的不懂，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解释给你。我现在除了工作，我真的不想谈恋爱了，好吗？我从开始到现在，我都觉得